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总会杯嘅全港最强八强赛事，由永联对喜讯嘅首回合咧，永联咧系1-1嘅。好啦，我哋睇睇喜讯呢边嘅攻势先。80号嘅蔡启成，左脚王之称啊，由呢个左脚再拐落去，再压埋落去底线，想起板咧，起到板嘅，不过咧就俾门将咧就救出，因为个角度都颇为窄。好，到永联嘅攻势啦，方俊杰一啄。这个波有啲心思嘅，不过控得唔係太好啦，咁样弹返出嚟。99号嘅李俊荣呢起板一抽抽埋佢，争少少收死啊郑子轩嘅。这个波几好嘅，几靓嘅射得。夠晒力度，又有啲弯弯地咁样。好，继续都係永联嘅攻势。咦，咁样执返埋嚟右路啊，右脚一起射中网角。这个攻势都颇有威胁㗎。93号嘅浩俊啊。好，继续都係永联喎，好似呢段呢永联压住嚟打。呢、这個位咧咁樣俾佢攞定搓落嚟，快腳一篤，鄭子軒都投曬行咯喎！呢、这個波我再睇翻一次啊，入球係李昌榮啊，鬥入去嘅咧係邝俊杰啊，幾冷靜嘅，控落嚟再一搓，鄭子軒都捉到腳影，不過夠佬拍到都入。咁啊，永聯咧而家暫時領先1-0嘅，好喜訊，睇下可唔可以反撲啦！朱永聪俾咗伍恒星又执翻嚟后上嘅郭浩林，郭浩林又嘅一抽，哇！好彩永联嘅门将咧个反应够快嘅，如果唔系咧，郭浩林可以帮佢帮喜讯咧追翻1-1嘅。好，继续都系永联嘅攻势啦。李昌永一啄啄翻嚟禁区顶，郭浩君一印翻嚟后上嘅浩俊咧又系右脚一抽，呢、这个组织几靓嘅，不过咧就唔入啊，亦都唔中笼。好，仍然都系永联。永联咧上半场好顺咯，脚风揿住嚟打喎。呢、这个波咧，浩俊就射唔入喎，嘥咗喎，摊得太冻啦，嘥咗李昌永一番心机。好，咁啊睇下喜讯可唔可以靠一个罚球反扑啦。蔡启成左脚王啊，咁样抽埋去啊，哇，争啲咧都考起门将噶，有力度，不过角度有啲欠奉啊，有少少威胁啦。好，下半场开波啦，喜讯蔡启成左脚一射。是中籠的，不過威脅性不大啊。好，喜訊這一part呢拿回一點攻勢啊，有個罰球的攻勢。蔡啟成左腳又起板啊，中柱彈回出來，關華富呢執到雞喎，這個波啊，平時關華富扭得多喎，今次啊不扭了，執一執雞拿到即刻起板一射入網，追回1-1。這個波把得好啊，他都陣備高呼啊，幫喜訊追回1-1先。又是罰球的機會，又是他喎，左腳王蔡啟成行裝行右裝下裝下，左腳都是你的啦，又直射啊！哦，咁樣射穿人牆入網，龍門咧好似又有少少俾人遮到少少視線喎，咁樣俾佢直轟佢入網，喜訊就反級2-1啊！睇翻先呢個波咧有力度嘅。角度其實唔係話特別好刁轉嘅，不過門將好似有少少失誤，同埋有啲俾人遮到少少個視線啊。好，喜訊而家咧就反勝2-1，睇下永聯呢一個攻勢可唔可以追翻2-2啦？一拐再推上嚟，後上嘅陳浩俊咧左腳一射，諗住尾袋執波噶啦，鄭子軒。不過咧門柱救翻一命啊！咁啊到翻喜訊反攻咯。好，又係啊蔡啟成左腳捽嚟捽去，又係俾佢捽到。咁樣分返落嚟俾關華富搞掂啦，做最簡單嘅事情，又陣備高呼。關華富呢場呢就冇乜腳下功夫俾大家睇到啊，兩個入波都好簡單，一腳搞掂。反而啊蔡啟成呢就做得非常之好喎，呢個波咁樣呢挨住兩個人嘅身位一捽，跟住捽過咗之後呢俾阿關華富做最簡單嘅任務。好，喜訊將比數拉開3-1。嘩，又嚟個砰砰聲嘅喜訊呢一 part。伍恒星啊，直轟落去，衝到落去底線，左腳起板嘅，哇！射翻右邊個死角入網，好高速啊！呢個球員，我哋睇多次。關華富直線俾咗伍恒星，有啲默契啊，兩個五人嘅代表隊嚟噶，難怪啊，默契咧非常都好好啊。射入咗之後咧，伍恒星都
相当满意喎，阵地高呼啊，都系。不过喜讯咧拉开4-1啦，咁啊永联似乎呢场波都反文覆述噶啦，咁啊睇下余下嘅时间，喜讯做到啲咩攻势出嚟啊？阿郭浩林啊，喺右路喺左路嗰边啊，推推撞撞咁样上到嚟起板，不过威胁不太大啊。好，永联再嚟过睇下得唔得啦，追翻一球，诶，哇咁样送大礼啊，喜讯。喜讯咧就喺后场咁样回翻俾后卫嘅时候咧。就俾阿葉仲朗偷到喎，偷到之後咧就直推入去單對單，十分簡單，咁啊追翻2-4，較接近少少嘅比數啦。睇下會唔會有驚喜啦？呢個波喜訊有啲大意失誤。好，繼續喜訊，睇下可唔可以攞翻個節奏。哇，又嚟啊！朱永聰咁樣回後俾對方嘅前鋒，跟住再回一板起板。不过咧就可惜唔入啊！如果唔系咧，就可以追翻再接近啲4-3。好啦，永联，咦？关华富同人哋喺度蹦七七咗几下，会唔会有惊喜啊？好啦，有惊喜都冇用啦，球证已经鸣顶啦，正式吹鸡完场，喜讯次回合主场4-2赢咗永联，晋级。